醉。Look at lady, make me crazy. Look at lady, you are so sexy. Look at lady, you are my beauty. Look at lady, you are my baby. Look at lady, make me crazy. Look at lady, you are so sexy. Look at lady, you are a beauty. Look at lady, you are my only.龙家龙家实在正点到不行，看到你长长发飘逸，香味扑鼻，大大的眼睛令人心光鲜亮丽，真正的美女气质的香气，龙家是 lady， 只有你能够打动我的心，就是你我所，只有你能够令我迷恋，实在是美丽到不行，实在是按耐不住我的爱意，现在就要朝着龙家的家里上前去。哦，龙家，我一睁开眼看到你就对你着迷，心跳加快，不眠不息，全都因为你那致命的吸引力，我的身体瞬间僵硬，像个奴隶被掌控，被你的魔力。Oh baby， 就是因为你让我茶不思饭不想，心里想的都是你，整洁的肤衣温柔带着甜美的书卷气息，令人疯狂想起种种的原因，让我迷恋着你。Oh， 是龙家 lady。主题的演阿伟，我说什么？我说阿伟这一段以荣家为主题的演出，荣家，你个人觉得你为什么笑场？你是认真的吗？不是吧？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这首歌是讲一个美女的故事，所以我就是以荣家来代替。Thank you， 对。是不是重点哦？我们要来听听我们 Dennis 老师来你的意见。直接挑战妈子的胆子还蛮大的。哎呦，这个前面的 flow 很漂亮，然后压韵压得很漂亮，后面就中间有一点点就是紧张啊，换不过气啊等等的。不过它的原名还蛮酷的 ，Office Lady。其实你知道吗 ？Office Lady 棒棒糖除了小美眉很喜欢之外，其实上班族女郎超迷恋。是这实话后走一圈那个民生东路一二段，你就知道什么叫做 office lady 的厉害啊！真的，那个词是谁写的？没有，那个词是原本的 office lady。对，但是中文跟荣家的搭配是，就是我这改写，只有把我的名字加进去，就是这样。对，不开心的应该是大哥吧？姐姐有什么不开心的？多一个人爱慕不是很爽吗？您说是不是？